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点感冒。Q&A 目前的时候，不是说一个 Q 跟一个有说必做吗？ Q 的问题呢，我截取了100个。那有说必做呢，可能要请再等一下，因为我已经把它统计好了。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图表，我采样下来可行的有1955个，最大宗的是其他类，比如说有人叫我学生就是说 Ben， 或者是什么对枕头暴打，然后说我是世界最强。第二多的各类型片，有人想我拍 Vogue 救援流浪狗的纪录片，我还蛮有兴趣的，极限运动高空弹跳这种类型的影片。第三名最多就是叫我拍抖音八仙瑶离人虫做我女朋友啊，摸天下第一，我觉得 OK。 下一个就是唱歌 BTS 的歌 Price 的歌告白气球煎熬啊之类的，这种街上的意思就是要上街去挑战某一些东西。从新闻地面前大概是最强的，路上搭讪几个女生，然后要赖，这是搭讪男生去街头整人。最后一个就是跳舞，韩团的舞蹈，还有 G Dragon 之类的。有很多事情是我平常不会做，但是有时候必做嘛，对自己一个尝试，一个新的挑战。我会陆陆续续在剩下的影片之中，慢慢把它拍完，或是会在某些影片出现，都有可能。目前还不知道会用什么样的方式，请你们再稍等一下，不好意思。那我就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 Q&A 问答时间喽。下腰不要太勉强，因为我也不会。王可以跟我说嗨吗？我抬头嗨。所以你做都市传说会怕吗？一开始做当然会怕，但是它是可以训练的这个勇气。抱着人家狗说我要统治全世界，不然它睡觉，我不想吵它，因为这样它很可怜。统治世界，你就希望别人问你什么问题都可以，有什么不能回答？都市传说做完你想拍什么？我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对大家有益的东西，我会想往这两个地方发展。用什么剪辑软体 ？Sony Vegas， 刘海绑起来像充电炮那种。风格喜欢怎么样的音乐明星？我最喜欢的明星是 Lil Uzi Vert， 每个月都有他的魅力。必须要来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超棒，之前去海滩拉到很多海鲜。这频道做到什么时候？三种可能：第一个我死，第二个 YouTube 倒了，第三个没有第三种。只要记录多不洗澡三天呗，是因为几乎都是从网络上面得知的这个网站。你们有想要做都市传说的人，可以去看看这个网站，而且一直在更新。学习一字嘛，我有什么兴趣？我到现在还没有觉得我自己红，甚至到了100万订阅、1000万订阅，我都不会觉得我自己红。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平凡人。有了这些观众，不代表说是我自己厉害，或者是我自己成功干嘛的。你们愿意看我的影片，就是我应该要感激的，不是我的功劳，是你们的功劳。往往你自信最可怕的是每一次其实感受都不一样。但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最可怕的其实应该是名字跟笔仙这两步。因为世上最胡乱的一句话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有什么什么什么，把舌头竖成什么 ？Hello， 打去国外办领展，我会想去当地做做看，可能会不一样的感觉。就是一条，不要再挑战了一分钟的沙。王国爱我吗？爱啊！我抽到时间才留言，真可惜。没关系，我不 care。那我先回去。完全没有，打还是一样 ，keep real， 不会有什么差别。我也是打篮球，我超级爱打篮球。我为什么觉得这种东西？本身我自己就喜欢探险，然后也想说，国内好像比较少人拍当地的都市传说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像台湾的性教育，大家都避讳去谈这件事情，反而长大了比较没有去分辨对或错的能力。灵异这一块也是，都市传说有人就会好奇，也想去玩玩看。与其这样，那还不如我去把它最真实的拍出来，完全不造假的那种，让大家知道说哪些是可以去玩玩看的，哪些是。太夸张，反而玩了会出事的。我们也可以中分嘛？大部分中途有想过放弃吗？没有，因为去过香港，有转机，那时候法社、中社就是谁，我还以为是找你哦、喔。我记得那个来密过我的，很多我都有印象。那你知道我长得不，我很丑。那马来西亚香港有，这个刚刚没来，我不会想。贵州是他说什么？我死了，或者是 YouTube 倒了。常说我点新北市综合中心，那你回家去哪个景点？闹鬼的民宿。如果遇到这样好像在面，你会说什么？做什么事？我会跟他握手，然后说幸会，终于遇到你了。然后叫大家交女朋友、男朋友，我没有什么好交的，我也是情场烂手，因为 beatbox 嘛。今天有什么想说？有什么活动吗？今天想一些，我们今天出片段，今天想一些。一路走来，好像做一个特辑给你们啊。无数的感谢，你们可以进来看一个人的影片看这么久，我真的觉得很 amazing， 很不可思议。因为我又不是什么明星网红，拍的又不是说特别有质感、特别有技术、特别有梗、特别真的有中邪干嘛的，你们却可以一直看我影片看下去，真的很感动。办什么活动，我觉得真的不用我多讲了。之前我不是有说想来找我打球的有来，真的有几个弟弟有来找我打球。然后你说那句话，不要忘记拍影片初衷，不要忘记一直陪着老粉，我绝对不会。对。我觉得不会，我说你们不是我的粉丝，你们是我的朋友，你们是我感谢的人，真的好感谢。
如果你妈突然走进来看到一个人心碎怎么办？妈不会怎么样，我也不会怎么样。去医院做一次检查，三年又一次，那我就不知道。那这样就在家里确认那个什么？不会啊，我美嘛，你会放照片。不喜欢男生，你会喜欢怎样？乐观的。你去过马来西亚？去过哪里？还在哪吗？以前去过，会再去。上人家会游泳的，应该会吧？会不会跟什么流行之类的吗？我好像还好。其实这种新闻大部分多少？像我这个月我就领40000多。所以现在有什么兴趣？玩滑板，有玩过滑板，然后我一直摔倒。那我除了健身，我还很喜欢打球、音乐。那我是因为什么原因开这个平台的？为了把我的影片放上去，他把骗起来一整条骗子。大练球的时候最常点名，不会，啊你要吐不会，不明我杀死。说很多人废话的不是，希望遇到我们你也会很开心。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记得你。这种你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了。女生被男生不读不会有什么原因？可能他还忙，可能是他忘了，可能他手机坏了，可能他不会打字。忘了我童年如何度过，就哈哈哈哈哈。Q 你的电脑配备 IC8700-1060-32G-256SSD。再跟你说再不行就会二音堂课，就会 A 吧。感谢主播。上次没说小弟几公分说，你几公分了？帮我说你的偶像 Lil Zipper。一般见面会像他们是约不是见面会，也不要找要签名，可以拍照，可以当朋友，可以留 line， 可以加好友。大家好狠，还好。以后娶老婆又做职业还做吗？会。可以成为议员吗？我可以吃议员。最可怕的那种，我梦到变僵尸，然后从月坠的桌子底下窜出来，然后被先生打。你信耶稣多久？小三的时候受洗。最不想做什么类型的都市传说？跟蟑螂跟高有关的，无法接受的事情，跟高跟蟑螂有关的。汪口平叫什么？汪一翔。为什么想做实况？因为我的兴趣。就是啊，粉丝印象深刻吧？你我印象就很深刻。我们短时间的很订阅者，可能你对他们用心，他们觉得对你用心。去什么加门萨？参加门萨的考试进去，要怎么有效率的减掉肥肉和锻炼肌肉？首先你要排出你的菜单，再排出你的运动课表，确实的下去做它，一直就是最有效率的方法。可以去看一下我兼职的影片，初恋怎么追到蝎子条，里面最后一个是什么 ？Cut to on on。那时候你现在是不是让我粉丝取名字？我们的好朋友们，你们好像蛮喜欢网购这个名字的，不如我们就把网购当成一个名词，意思就是爱好刺激的人。比如说你看到你的朋友在翘课，你不要那么网购好不好？就你不要这么爱刺激好不好？或者是你看某一个人在玩游戏，那个游戏如何？网购吗？那个游戏怎么样？很刺激吗？或是我是网购，一直我是爱好刺激的。网购开始比较是为什么？放上去我自己的东西，传达对大家有帮助的东西给你。可以说嗨嘛，发图嗨，跟你好像第二次出现。以前很帅，继续帅下去；以前很丑，继续丑下去。你练什么球类运动？学学吧，网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、足球、篮球、撞球、排球、手球、棒球。我没有讲到的就是我没打过。最怕的动物是人类吧？网购为什么想要拍蓝鲸这个游戏？因为我刚好亲身遇到，就觉得 YouTube 上面没有人。出来做一个宣导，提升你的身高。1786924411，求敢吗？不怕你不敢嫁给我。就你喜欢仙人掌姐姐吗？爱死了，爱死了。求你看不到我，看不到你。最喜欢哪种狗？小动物都很喜欢。你为什么会不好意思理我？可以理啊。第三次出过几个？真有趣。41个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我想问，所以你可以回答我吗？可以。如果有一天不能当 YT， 你会做什么？我一样会做我自己想做事。生命总会找到出路。就大鸡鸡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有大鸡鸡。可以介绍一些动漫吗？最印象深刻的就是猎人、网球王子。1000万美金要我加，好，那你跟我去抢银行。二人拍所有人想看影片，不要往这方面想，做自己想拍的，做自己的兴趣，才能做出特色。跟家人说，你要对家人说，家人睡了，我明天再跟他们说。妈，我爱你。接下来的留言用卷舌说，因为你的父母为什么只让你看书说书才说？对，你怎么会说书是才说？因为我们的 Q 跟有说必做 Q 的部分结束了，接下来就请大家期待一下有说必做。我觉得回答没问题，其实蛮有趣的，所以你们之后不管任何影片也可以都在下面留言。每一部影片后续感言的时候，我会回答你们的问题。OK， 那你们现在可以开始留言了。如果喜欢 YouTube 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按喜欢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网购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